食为住行，食为住行，咱只只要是讲这大，咱老大人，就是讲独居老人，应该爱真快乐，因为无人难管。啊，咱是要安怎，咱会当叮当要安食啥物件，拢会使。所以讲，应该是做一件代志哦。唔能够是讲我是独居老人，我真可怜，啊，我真痛苦，安无意思。咱就讲，我快乐，我要咱行做就行。我要咧看电影，看电视，要看电视，看电视，要听歌就听歌。带咱的意思嘛，对吧？啊，好食饭，我阿就当真好食饭，无人敢刺激，无人敢骂，无人敢去堵啊。所以咱就吃好饭对吧？独居老人，做我美女，我要做独居老人啦。哦，不太会讲哦。嘿嘿。哎，你都买上房了咯？喂，嘿，我会烦恼吼，啊，我若等下台北，我搁送吼，啊，若无，我一个一个月，我等，差半个月去，到半个月去台北安尼啦吼，啊，我若无一个过节施工的工家操送吼，安尼拢有安排好势，吼，而且我拢伊个咧推选咯，啊，施工人员拢有安排安尼，啊，我嘛有斗安排，拢有得，拢甲照继续来安服务，互恁活到九十外岁、一百岁安就对啦。咱食咱的便当的人，拢食十外重啊，身体拢真好，吼、哦，真好吼、哦。所以有需要吼、哦，有需要大家好啊，过来做伙。啊，咱嘛是一当要办两摆活动，一年有需要办两次的活动哦。虽然我对甲我嘛是搁当来台面办，拢会当照安尼办吼、哦。啊嘛是安尼，互大家出来行行，出来食好料的，啊出来大家熟悉，啊出来听歌，囡仔有唱歌哦。我小孩唱歌你听，哦，啊，弹琴呢，唱歌，搁多分口琴哦，哦，口琴哦，哦，无简单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做生意面行哦，哎，这行路从上要紧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行路因为安怎讲呢？咱老啊，咱脚哦，脚无力，脚无力，脚无力的时候哦，咱那两脚会滑倒，哦，啊，你啊讲。咱就行这中间行，以后无靠啊，无啥物担子吧，无担靠的。啊，咱本来就跑下来，跑下来算咯。咱就受伤啊，咱就受伤对。啊，咱若讲哎，我较小心，我较惊阿你行，较小心啊，阿你行边对，阿你行。啊，我若讲哎，我用咩辅导啊，用咩辅导的，我起一点啊，起一下手啊，小扶一下，小帮一下哦。安尼受伤哦，一半减一半。啊，你也无哦，咱扑落哦，可以做起来。我咱扑这个落就对袂起来，冇可能哦。啊，所以咱就行必靠边，决定要靠边哦。哦，啊，你十公里后甲打到，咱这张啊打到边哦，这是温先生写哦，温先生写哦。啊，你啊，你十公里看啊，该提醒自己，啊，日走万步哦，那。身体较好一点，咱一天加加汗，虽然无一万步有啊，八千步吼，啊，你会筋骨得弱，筋骨得弱，日走万步吼，啊，筋骨柔，筋骨弱，哦，这是我今仔日哦要甲你报告的吼，哦，啊，包括咱队，咱大家继续好好活，啊，咱便当继续甲你送，哦，继续顾你的营养。继续带你出来叮当，哦，大家较快乐一点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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